我会话呢一个叫做 soft triangle。咁三角形咧有六样或者我哋话七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三条边几长，三只角嘅大小，同埋个面积系几多，咁啊七样嘢咯吓。咁、呢一课咧就系、是、教根据题目俾嘅资料，我哋点样揾晒呢七样嘢出嚟？OK 嘅一课，即系嘅一课啦吓。咁、其实咧你就可以用你嘅 A2 program。吓、啊，即系旧嘅嗰部机嘅 program 二啦，吓、咁我就会一路教每一条嘅 formula 啦、公式啦，然之后就一路教你点揿机，吓、同埋呢一课咧系会用埋可以用埋 formula 零三嘅 formula 零三，吓、得唔得？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开始讲咯，嗱、佢最开始讲嘅两样嘢咧，就都系讲点样揾三角形嘅面积。三角形嘅面積，好啦，嗱咁不過講之前咧，我哋就要講一啲我哋呢一課即係共通語言嚇、就係、咧一個三角形，如果我叫做 A、B、C 嚇，呢、這個冇問題啦，係嘛？即係經常都係咁噶啦啊，包括三角形哈哈。A、B、C 或者 X、Y、Z 咁，我哋就話啦，佢對住嗰條邊啊，角 A 對住嗰條邊叫世界 A，角 B 對住嗰條邊叫世界 B，然之後叫世界 C，得唔得？OK。啊！呢啲唔可以錯嘅，因為錯咧，你條式係錯咗噶啦。OK，而咁角度咧，嚇、角度就簡單啦。呢、一個咪就係叫角 A 咯，或者唔角啦，就咁叫大家 A 嘅啫。咁呢個咪叫 B 咯，咁最尾呢個咪叫 C 咯，得唔得？OK。咁呢啲咧，我哋叫對邊對角嘅，即係呢啲嘅意思係講呢兩個啊。譬如呢兩哇，譬如呢兩個咪就係對邊對角嘅關係咯。呢兩個咪對邊對角關係咯，啊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咁講第一條公式就係、嗱呢條式係冇名嘅，啊即係冇名稱嘅，啊就咁叫做咁我哋背咧就背二分之一 AB size 嘅啫，二分之一 AB size 啊三條喎、我哋唔使背晒嘅，嚇、你背一條就 OK 噶啦，因為呢一條嘅意思係咩咧？二分之一 AB size，你要知道兩條邊同埋呢兩條邊中間嘅夾角。咁呢只咪角書咯，我哋要知道兩條邊長同埋佢哋中間嗰個 include angle 嗰個夾角啊，咁就二分之一 a 乘 b 再乘 size c，得唔得？咁所以你係二分之一 bc 嘅 b 同 c 夾住咪就係 angle a 咯。如果你係 ca 嘅 c 同 a 呢兩條邊夾住嘅咪 angle b 咯。咁所以就會有後邊嗰兩條式。咁所以使乜計三條啫？即使使乜記三條啫？你記住第一條咪得咯，咪二分之一 ab size c 咯。又順口又成咁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，咁而呢條式咧，其實係點嚟嘅咧？因為去到頭先未講呢條式嗰一刻咧，你由細到大，你計三角形面積用公式，永遠就係底乘高除二啊嘛，哦，系啊。係嘛？哦，咁呢條式點嚟嘅咧？咁其實就冇特別嘅，其實冇特別嘅。我查緊某啲嘢先，我當我知道嘅係 AB，哎，好肉酸，算啦。我當我知道嘅 AB，我哋可能就當呢一個係個 base 個底啊，底乘高除二啊嘛，我當呢個係底，咁我當我知呢只角，咁如果我當嗰個 A 係底，咁嗰個高其實係咪就係 A 拉個垂直線落嚟哦，系啊，啊？哎呀，咁而呢一個會係直角三角形，係咪？係咪？啊哈，咁所以個 H 咧，我哋就揾到係 B 乘 sin angle C 嘅直角三角形啫，中二中三嘅嘢嚟啫。得唔得？定系我跳一步，你睇得辛苦啲，OK。见到系咪？好啦，咁所以最终咧个面积咧，咪就系底乘高除二咯，咁咪即系二分之 AB size 咯，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？可以。OK，即系当然啦。头先我做嘅所谓少少证明啦，你哋就即系睇下吓，咁啊 OK 噶啦。个证明你唔需要记，得唔得？OK 啊，嗱咁呢一个咧就会用到嘅，哎呀，会用到嘅，不过真心比较少用嘅，因为比较简单。OK，咁都写写啦。好啦，第一题，佢真系知道呢两条边同埋呢个夹角吓，最紧要你要 check 一 check 嗰两条边嘅夹角系咪真系知道，咁所以二分之一 a b side c 咯吓，你又唔好捉我二分之一 a c side b 啊吓。即系二分之一 AB size C 嘅意思，AB 就系边长，C 就系夹角咁嘅意思嘅啫，可唔可以？咁计数机
揿计数机睇下呢条色揿出嚟嘅答案系几多？烂数嚟嘅，六十嗱，二系点九系咁。好62.9啦。咁我哋三个 significant figures 啦，因为呢一条数完噶啦嘛，咁我哋就就咁写三个 SF 就已经 OK。咁啊 area 啦，所以 cm square 吓嗱喺呢一度咧，我哋又要重蹈翻即系中二中三 trico 嗰一课，trico 嗰一课中二中三，我哋经常会有啲烂数噶嘛。即系啊！揿机出烂数，咁嗰阵时就话啦，哦，其实咧你可能啊，你可能就揿完呢个答案就系最终答案嚟噶啦，就好似而家第一题咁。但系亦都有个情况就系咩咧？亦都有个情况就系、是、啊，其实呢个答案咧，我揿完机呢个烂数咧，其实我转头要再用嘅吓、啊，你知我讲咩意思系咪？咁而如果系转头会再用咧，我哋可能就会喺写呢个答案之前。就寫一個長啲嘅答案，你寫落紙又好，再唔係你自己真係寫喺答案對上嗰行都好，或者你儲入去計數機 memory，或者你唔好喐佢住，等佢乖乖地留咗喺 answer 制嘅 memory 裏邊。因為如果你再用呢個數，而你用呢一個約數的話呢，你可能會有個比較大嘅誤差，而改卷嗰位未必接受呢個誤差。知講乜係咪？OK 啊，第二題唔做啦，都一樣嘅啫，O 唔 OK 啊？嗱，咁其實當然啦，你又會知道啦，即係其實啊，到佢問到咁上下咧，其實佢就未必會淨係問你嗰個面積嘅，有陣時佢倒翻轉啦，有陣時佢倒翻轉，佢係俾個面積你，就要揾其他嘅，譬如邊長啊，譬如係角度啊咁啊，嗱，好似呢一度。第一題，我哋淨係講 AB，啊 C 唔講，因為 C 有啲嘢我哋係未教嘅嚇，所以我哋喺 C 嗰度，我哋未識揾嗰個面積嘅。不過你可以睇下一 A 一 B 一 C，係咪每一條佢都俾咗唔同嘅資料？但係無論如何，佢都係俾咗三個資料我哋嘅，可能係 A 同埋 B 啦，就兩邊一角啦，可能係 C 啦，就一邊兩角啦。但系佢都系俾咗三样资料，所以正常我哋系可以揿到个 A2 program 嘅。其实呢三条呢，我哋都可以揿 A2 program，直接可以出晒7样嘢，三边、三角同埋个面积。不如咁啊，而家我教一教你揿好嘛？嗱，但系就先至声明呢、这个 program 讲呢，即系教你揿呢，系好烦嘅一件事嚟嘅，即系佢点入数啊？即系啊！你净系谂点解咁神奇个 program 知道我入紧嘅系边长定角度嘅咁？我哋入三样嘢啊嘛，咁嗰三样嘢可能系边，可能系角啊嘛。咁点解咁神奇部机个 program 识得认我入嘅数系边长定系角度，或者知道咩位置嘅咧咁？啊，点解咁神奇嘅咧？呢、这个 program 首要，如果你入角度的话，入角度的话咧，你系入负数嘅。入角度的話，你入負數，你入負數，部機就認咗啊呢、这個負數啊啊呢、这個嗰個角度嚟嘅咁樣樣。第一樣得唔得？嗱，第二樣就係、是、我哋入機嘅時間，我哋要首先睇一睇我哋嘅資料有冇對邊對角嘅關係。頭先早少少時間解釋過咩叫對邊對角嘅咯噃，仲記唔記得？仲記唔記得？即系类似即系一 A 嗰度43对住嘅嗰条边系 AC 咯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所以，譬如第一题一 A 啦，我哋用呢个作为例子啦，系咪冇对边对角关系啊？啊，B 都系啦，其实 C 都系啦，我哋系冇对边对角关系嘅。啊，起码佢俾嘅资料。哦，咁所以咧就最简单，我哋就定自己定，究竟知道嘅呢两条边咧，边条入先，边条入后。好啦，如果好似而家咁冇对边对角的话咧。我哋必定係入晒啲邊長先嚇，咁邊條打邊條就冇所謂嘅，最主要係你自己要 mark 翻。咁我當呢條入先，咁呢條咪入後咯，係咪先？咁最後就入只角度咯，即係如果唔入去都冇嘢好入啦。三樣資料啊嘛，第三個就係只角度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而你用呢個 program 咧，你事先你要寫得好清楚。啊，哦，你入嘅次序係9、13同埋43度，咁所以咧轉頭嗱，佢俾佢嗰個 output 咧，係咪就咁聽一聽得好頭暈啊？
佢嘅 output 咧會係七樣嘢，佢分別會儲咗喺 A 啦、B 啦、C 啦、D 啦、X 同埋 Y。咁呢個六樣嘢分別就係三條邊同埋三隻角，而第七樣個 area 咧就冇儲喺 memory 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仲未咁得記住喎，講咁耐。好啦，咁既然係咁咧，出嚟第一條邊應該就係呢一條，第二條邊就係呢一條。因應我哋入資料嘅時間，部機就會認到九係第一條邊，十三係第二條邊，咁所以剩翻嘅 AC 就第三條邊，可唔可以 ？OK，OK，OK。okay。 然之後對住嗱到角噶咯喎 ，A、B、C 係邊啊嘛，到角噶咯喎，咁角嘅次序佢又點出㗎？對住 A 嗰條誒、對住 A 邊嗰只角就係第一隻角 D， 對住 B 邊嘅第嘅嗰只角就係第二隻角 X。对住边 C 嗰只角，嗰、那个对角就系第三只角 Y， 可以未？所以你要揿呢个 program， 你要好清楚个 program 点入，同埋就系个 program 出嚟嘅答案嘅次先后次序，究竟代表边条边边只角 ？OK， 可以的话，我哋而家可以揿 program， 即系 A 二啦，即系 program 二啦。好啦，你入嘅应该系九啦 ，execute 啦，十三 execute， 同埋负四廿三。因为个四十三系角度嚟，得唔得？咦，等先，我揿多次先。慢慢。我去到我揿嗰个 angle 嗰阵，佢前面好似有个 answer 掣咁嘅咩？前边好似有个 answer 掣咁，即系你先话本身佢储住咗某个数字。啊，系咪佢嗰个 formula 系喺旧机嗰度咧？哦，系旧机 A 二啊嘛。哦，等先，哦，等先。A 二 A 二系 A 机同埋 B 机，同埋头先咧，我已经 update 咗个 WhatsApp 嗰度咧。即是你入了那兩個 program 是什麼來的，即是 你之後你自己可以看回，即是奶手做功課啊，究竟哪個 program 打哪個 program 呢，你可以看回電話。好 OK， 我那個首先第一個出的數是9先咯。好，慢慢來，9那就啱咯，跟住13又啱咯，第三個呢就是 8.88 對對對，其實它的長度即是它的意思就是這條邊長來的。好啦，再按吧，跟住就43.72咁咯。好啦，咁啊即系呢一只角啦，再揿咯。93.27。系啦，咁最后咧就应该系43咯。系43。43咪又啱咯，明唔明嘅意思啊？吓吓吓！你再揿多最后一下。39.89咁样。好啦，咁呢个39.9咧就系个 area 嚟。OK。好啦，嗱，教咗你揿呢个 program， 但未教完嘅，未教完嘅，即系起码。剛才我們說現在這個情況是沒有對邊對角的按法，有對邊對角的按法又是不同的，不過我們現在不說了。好了，我們做回 1A 先，按機呢就出了答案是 39.9， 那個 area of triangle 呢其實就是二分之一 A B Sin C 咯，是不是公式嘛？你試下按一按這個算式，個答案看看是不是出回 39.89 嘟嘟嘟，很明顯找你笨，是不是？因为很明显的答案都肯定是 39.9 的了。是的。按一按吧，按了是不是？是 39.89 是的。是的，那么 CM Square 了，行不行？行。我不是说要做 1A 的时间要搞这么大坛的要按个 program， 我是想顺便教你按个 program， 还有 show 到是的，他真的计到个面积的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填回公式下去而已嘛。做这课很多时候都是的。即是我这课有很多 formula。起码有四个 formula， 但是这四个 formula 有不同的用法，他们各自自己都可以有不同的用法，可以用来计边，可以用来计角，诸如此类。但是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做 CQ PR1 的时间，我们是写条算式，写条算式然后就按机，或者是 我们狂写算式，一次过按机就填返晒啲数落去，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数是烂数来的。 OK， 那到时做到你就知道什么回事了。啊，呢条可唔可以？或者讲个 program 点揿可唔可以 ？OK OK。好啦，嗱，不过咧，虽然头先话 C 你系未识做噶嘛，但系我哋用佢嚟练习揿机，即系揿个 program。好啦，而家part C 有冇对边对角知道？嗱，你唔好夹硬揾只角 B 俾我啊。即系其实有100-47-86咯咁。吓，我系讲现成佢俾嘅，有冇？冇啊嘛，系嘛？哦，冇冇就 OK 啦。咁咪又系咁揿咯。咁但系今次咧系一边两角，
咁所以肯定入第一个嘅系个边长。我哋话肯定，如果冇对边对角嘅资料，肯定入晒啲边长先啊嘛。咁所以八肯定系入先嘅。咁另外嗰两只角咧，先后次序冇所谓，但系你要 mark，因为咧你 mark 完之后，即系你入嘅次序系影响到佢呕答案出嚟嗰个先后次序。我当系先入47度，后入86度，得唔得？OK，OK。好啦，咁所以转头呕出嚟嘅咧，依次序肯定嘅就系 AC 呢条边，第二条边会系对住角 C 嘅呢一条，因为头先入角外入47先，第三条边会系对住86嘅呢一条，得唔得？OK，OK。啊，可以系咪？即系知道点解系咁 ABC 系咪？其实完完全全就系跟翻当初我哋入嗰三个数嘅先后次序。好啦，不过你要知道出嚟嘅答案头三个肯定系边长，尾三个肯定系个角度。只不過先後次序你要自己定翻。好啦，到角度，第一隻角就梗係 A 邊嘅嗰隻對角啦，第二隻角當然就係 B 邊對住嗰隻角啦，最後咪就係 C 邊對住嗰隻角啦，得唔得？好。啊，嗱，咁所以你用呢個 program 咧，你要寫得好清楚，係事前寫得好清楚。如果唔係，你一撳咗先咧，你就會好亂嘅。好啦，麻煩你撳嗰個 program 二。系咪近八，跟住-47，跟住-86啊？系啦，系啦，好，出第一个数系，八先啦、系啦，第二个亦都系，啊，都系八。诶，好神奇喎，吓，转头我哋会讲一讲，咦，呢个都系八日咁得意嘅，唔好理佢啦。第三个就系10.9几啦，哦，系9日咁咯，好啦，再揿就系47度，咦，哈哈，咁即系呢一个47度啊，再揿啦，亦都系47啦，系咪？系，最后就86啦，系咪？86，再撳的話就係31.9幾，就係、是、個面積，係咪？哈，好啦，咁啊，點解唔得要88咧？睇到未？其實點解會係88？就因為原來一 C 呢一個題目嗰三個人其實係 isosceles triangle 嚟噶。即係OK。如果你將100-47減86的話咧，其實就係47度咯。O 唔 OK 啊？咁所以放心，OK。放心，你只要肯定自己冇入錯數啊，最常入錯啊，就係、是、角度唔記得加個負號，2A。3A 佢俾咗嘅都系个三个人嘅面积，咁啊，只不过 2A 就缺咗个边长，3A 就缺咗一角，咁但系都会发觉系夹角嘅关系嚟嘅，咁所以咪二分之一 A B sin C 就等于佢嗰个60度咯，又或者3A 咪二分之一 A B sin C 就等于嗰个90，诶，sorry，点解加个度落去嘅？面積嚟嗰個，好係咪咁啊？嗰兩條色應該好。好啦。而其實咧，嗱，我想問你識唔識計2A 啊？點撳個 X 出嚟？你識唔識啊？我估都系60乘以2，跟住再 over 10 sin 59咁咯。好，你試下撳啊，睇下個 X 係幾多？啱嘅，啱嘅，即係你啱講嗰個撳法應12.72該。咦？幾？又好似，咦？係咩？睇下先。哎呀，真係唔好話人。唔通系我揿错？啊，系12.72嘅，系12.7269嘟嘟嘟，咁三个 S 系，啱就12.7啦。好啦，呢个冇问题。哦，我知点解头先我个答案唔啱啦。好啦，而其实咧呢一条可唔可以揿 program B 一噶？即系 solving linear equation 呢条系可以嘅，OK。因为呢一条系 linear equation 嚟嘅。呢一条你试下揿一揿咯，睇下佢个 program run 完之后出第三个数系咪就系12.7几？哦，等先，我又用咗9記。嗱 要習慣，要習慣，真嘅要習慣。如果唔係，好多時候自己嚇自己。第一个数系4.71度啦，跟住第二个数就系60，咦，系60，跟住第三个数就系12.7几咯，係咯，咁咪即係啱咯，得唔得？得。係啦，OK，嗱得啦，即係習慣咯，即係都係講習慣咯。即係呢條係咪真係一定要用個 program 咧？未必嘅，即係你都識撳機啦，起碼自己都。但系要習慣，即係記住有呢啲 program 可以用。好啦，嗱，3A 條式咁列，你冇問題啦，係咪？但係我又提翻你，3A 呢一個係唔可以咁 program，因為呢一條其實唔係 linear 嚟，咁所以咁我哋就乖乖地咧，就揾咗個 sin theta 係幾多先啦。咁啊，90乘2除21除13啦，係咪？咁就難數啦，其實係份數嚟嘅，就60/91啦。好啦。仲記唔記得個 theta 點揾？ship sign 好，幫我撳啊！
答案系几多？41.24几。好，41.2度啦，即系如果三个 SF 得唔得？OK，OK。好啦，嗱，而其实咧，即系我咁，我哋做到呢度啦。但系你会见到咧，譬如3C 嗰条题目咧，或者第三个题目咧，其实个 feature 咧，佢有讲到明系 acute angle 定系 obtuse angle 嘅，咁好奇怪嘅，原来头先就算3A 都好啦，我哋咪揾咗个 feature 系41.2度嘅，其实嗰个角度咧，未必系呢一个嘅，只不过题目讲到明系 acute angle，咁就系41点几。如果我哋做 B part，即係又或者仍然係 A part 嘅數字，但係佢講到明個 theta is an obtuse angle 的話咧，個答案就唔會係41点几，而會變咗到180減頭先嗰只41点几，就會138度几嘅，唔知講咩咧？好啦，嗱，你部計數機而家係咪儲住咗頭先嗰41点几度？系啊，系你試下180減 answer。系咪137.75啊？乜啦？啊，系啊，系。好啦，你试下揿呢一条式。嗱，而家你个 answer 就系处住138点几度啦。你试下揿1/2啦，乘21啦，乘13啦，之后揿 sin answer，睇下个答案会系几多？90。个答案仍然都系90嘅。咩叫仍然都系90啊？仍然都系题目头先俾个 area 90 cm square，即系咩意思啊？原来你邊長21 cm、13 cm 嗰只夾角，原來係會有兩個可能性，都會令到個三個人面積同樣都係90 cm square 嘅。而嗰兩隻角有一隻就會係 acute angle，有一隻就會係 obtuse angle，得唔得？即係呢個事實呢個事實好難接受係咪？咁啊係真嘅咁亦都係啦。不過呢度可能就再遲少少先講。再遲少少先講。好啦，咁我哋講另外第二條 formula 啦，好冇 OK。？OK，你等等先啊，因為我要攞碌，究竟佢擺咗喺邊呢？嗰條 formula 好亂啊，佢個排序。嗱，第二條 formula 咧就有個名稱嘅，喺度有個名稱嘅，就叫 Heron's formula 呢度。點讀啊？呢個字點讀 Heron's formula 咯。啊？Heron's formula 啦，係咪？Heron 啊，Heron 啊，諸如此類啦。總之就係呢條 formula 啦。呢條 formula 揾咩嘅咧？亦都係揾三角形面積，亦都係揾三角形面積。咁咧頭先1/2 AB size 咧，就係講兩邊一角，仲要係夾角嘅關係。而呢一個 Heron formula 咧，只可以應用喺知道晒三條邊嘅情況之下，知道晒三條邊嘅情況之下。個面積原來可以直接用公式計嘅，OK 咁但係不過又講開又講，公開試真係問過嘅，竟然公開試係問過俾晒三條邊你，問你個面積係幾多嘅，夠膽死，咁你撳機咯，你撳 program 又得，你撳 formula 又得，其實 Heron's formula 咧係匿咗喺 formula 03嘅，formula 03，OK，咁轉頭我哋都可以即係試下撳咯。OK，OK。OK，好啦，咁但系如果 MC 就咁揿啫，如果 CQ 你就要写算式噶啦嘛，写步骤噶啦嘛。好啦，边长已知边长系 ABC，已知边长系 ABC。原来你要用 Heron's formula 咧，首先你要揾另外一样嘢先，嗰样就系 S。个 S 咧你要小心啦，最即系唔错，梗系唔使讲啦。如果有错的话咧，个 S 同学会错咩咧？就會以為係 A 加 B 加 C 除三，你三個數相加啊嘛，咁咪除三咯，平均數啊嘛，好似好合理咁，但係原來唔係，原來個 S 咧係 A 加 B 加 C 除二，其實咧呢、這個 S 咧即係 half parameter，即係如果你記住啊，其實個 S 係 half parameter，個三角形周界嘅一半。如果你有呢個印象咧，你就會記得係除二而唔係除三。呢、這個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公式嚟啫嘛。你又唔好問點解喎，公式嚟嘅。OK，好啦，完之後你就可以寫公式。OK，你就可以寫公式。咁就係、是、開方根啦，一大個開方根入邊就係 S 減 A，S 減 B，S 減 C，就係咁嘅啫。條公式如果講計數咧，就冇乜嘢好講。咁當然啦，有少少特別嘅喺 MC 嗰度。咁不過嗰個我諗就會可能教晒呢一課，我哋睇 MC 嘅時間先會同你講，因為嗰個都有啲運算要
做俾你睇，就而家唔講啦，嚇，可唔可？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？好 OK。啦，嗱，咁當然啦，我哋而家譬如我哋做第一題，其實一二三四冇乜所謂嘅，即係數字唔同啫嘛。咁做一得啦，我哋會做三次嘅，我哋會做三次。第一次撳計數機 formula 零三，第二次用手計就係、是、用 Heron's formula，第三次用 program。OK，好啦，我哋話做第一次。做第一次就用 Formula 零三嚇，麻煩你撳 Formula 零三咁啊，入邊場次序冇所謂噶啦，呢、这個係 Formula 咁啊，是但啦，入晒三個數。我係咪新機定舊機喎？誒，阿同學 Formula 喎，Formula 一樣嘅啫，你有冇記得？啊，冇所謂，冇所謂，幾多咁耐嘅？90。九十。嗱，同埋咧，你 show 90嗰個 screen 咧，佢上面係咪零三？然之後冇好 Heron's formula，哦，係啊。係啦，咁你就即係 check 翻啊，我冇撳錯啊咁啊，因為講真咧，零嗱你零一你知道係 quadratic equation 啦，係咪？而家就講咗零三就 Heron's formula，咁零二係咩嚟嘅咧？零二原來都係呢一課嘅 formula，零二原來都係呢一課，咁所以有陣時咧。就真係究竟零二定零三係你想撳嘅嘢咧？即係你可能要睇清楚嘅。即係零二又係呢一課，零三又係呢一課。OK，零三係 Heron's formula，可唔可以？啊，OK。咁所以是但入三條邊啦，次序冇所謂啦，出嚟答案係九十啦，所以答案就90 cm². 根據 formula 零三，好啦，第二次我哋計，我哋話我哋用 Heron's formula，即係用頭先嗰條公式。好啦，咁所以咧。我哋就唔使咁開心，即刻代公式。我哋首先要計咗個 S，個 S 係 half perimeter，即係呢三條邊加埋。記住係除以 half，而唔係揾呢三個數嘅平均數係幾多？啊，佢又黑人憎小數嚟嘅喂，啊唔係，怪錯咗，幾多？27。27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用 Heron's formula 咧，個 area 就會係點咧？嗱，學校老師寫咧就會咁寫嘅，27啦。咁啊，27 - 17啦，27 - 12啦，同埋27 - 25就係咁啦，好。嗬。嗱，咁當然你撳機咧，個答，喂，哎呦，哎呀，你撳機咧，個答案都會係90嘅，得唔得？嚇，係有九十。但係如果我自己寫咧，我就唔會寫咁長，我會好似中三咧，你哋咪教咗 coordinate geometry，咪教咗兩點嘅距離嗰條 distance formula 嘅，你哦，咪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嗰陣時，我同你講就話啊，其實如果知實數的話咧，其實我未必會寫x 一減 x 二嘅，我可能直接就寫埋個 difference 出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自己要即係比較有信心，你個心算相減係冇錯啦。支點嚟㗎嘛？係嘛？呢四個數，廿七第一個廿七就係 s 啦，然之後廿七減十七啦，然之後廿七減十二啦，然之後廿七減廿五。就會係呢四個數，咁條式就會簡單易撳少少嚇。咁啊，當然就係唔好減錯數啦。OK，好，咁可以咯喎，係咪啊？即係第二個方法 OK，还可以啊。嚇，即係冇特別咯，咪就係公式咯。OK，好，第三個方法，我哋用 program A2 係咪？program A2 嚇，因為其實個個同學咧，啲 program 都有少少唔同，其實。因為其實 program 唔止8個嘅，咁所以有啲 program 我個別同學有啲會入，有啲會唔入，就係咁。所以你應該係夠A2 啦，夠 program 二。好啦，嗱而呢一題咧，其實我最主要想知道係個面積啫嘛。咁所以似乎入邊三個數嘅先後次序都冇乜所謂啦，是但啦嚇。我哋又唔係想知啲角度係咪？好啦，撳17、25、12啊，撳完未？OK。咁第一個數當然就十七啦，第二個數就廿五啦，第三個數12啦，第四個數36.869几啦，係咪？再之後就18.072几啦，係咪？再之後25.0576几啦，好啦，再撳就係九十，呢個就係面積。OK，咁我哋就用三個方法去計，三個答案當然係一樣啦。OK，咁如果你問我MC。你用 Heron，咁梗係用第一個方法啦。OK，如果係 CQ，咁梗係第二個啦。嚇，咁但係如果你 check 答案，因為你用第二個咧，其實條式比較長啊嘛。但係其實咪就係無論如何，
其實你寫完條式，你都唔應該撳條式嘅，你都應該係用翻 formula 03嘅，因為佢易撳啊。啊明唔明我意思啊？，OK，OK。啊，哦，咁係咪即係唔會用 program 嚟撳咧？又未必嘅，因為其實咧，而家你嗱，你啱講你個 textbook 佢嗰個 title 咧好長噶嘛，而佢最尾講係 two-dimensional problem 啊嘛，係咪？系啊系啊，其實咧，你仲有一課就係我啱啱提話。好难嗰课，嗰课系 3D 嘅，3D 啊，系啦，系，咁其实嗰啲题目系好长嘅，而佢中间咧有阵时就要揾面积嘅，咁而要揾面积之余，佢可能要揾啲边长啊，揾啲角度啊，诸如此类咧，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就可能一次过就揿咗个 program A2 先，就知道晒所有数，咁样样，咁所以其实三个方法喺唔同情景都有机会用，可唔可以OK，OK。？OK，好啦。嗱，咁啊，唔講新嘢啦，唔講新嘢啦。咁我哋可能睇下第五題啦，睇下第五題。佢係好得意嘅，咁點咧？咁佢就話俾咗呢個三角形三條邊俾我哋，咁佢就問圖裏邊嘅 H 幾長喎？如果 H 係咩嚟嘅咧？個 H 就係喺 point P 拉落去 RQ 嗰條 altitude 嗰條高，得唔得？OK。嗱，咁嘅做法係點咧？咁啱啱教完 Heron's formula 就揾面积噶嘛，然之后同你做呢一题，咁好明显就系先用 Heron's 揾面积啦，然之后另一方面，其实如果我哋以17作为个 base，咁 h 咪就系个高咯，系咪？哈哈，咁所以17h over 2亦都系揾嗰个三角形面积嘅，系咪？哈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首先无论如何都系噶啦，揾咗呢个三角形面积先。咁话晒 CQ 嚟噶嘛，咁算式都要写噶啦。好，30、50，咁即系25啦个 S 个 half parameter。OK，嗱我就写式，麻烦你啊揿 formula 03。跟住系咪入晒嗰三条边长就得啦？系，OK，记得。109.54几咁样。哎，头先我哋第一条个答案就好靓，系90，而呢一条咁肉酸咁当然啦，其实你可以。直接寫頭先個答案落去啦，又或者你試下撳 square，哦，記得記得，等先，撳因为錯掣嘅時候記死啦，得，揿错係 啦，掣添。唔緊要唔緊要，你試下再 run 個formula 03，就咁狂撳 execute 得噶啦，因為啲數啊，得啦。唔會喐1、2、3萬个二零，萬二啦係咪？系，哦原來系，咧原來呢個面積咧係萬二，即係頭先咧我上一行咧。如果你將呢四個數乘埋，其實係萬二嚟嘅。嗱，呢個咧喺用 Heron's 嘅情況經常有嘅。咩情況咧？就係你撳個答案出嚟，個面積係難數，但係你撳二次方咧，其實係一個靚數。譬如而家咁，佢係開方萬二。咁啊，睇一睇你想俾個小數點人哋做答案，定係俾個靚數？因為有陣時咧，題目真係講到明係要 exact value 噶嘛。不過問心比較少嘅，咁所以我嗱，如果佢真係要 exact value 咧，我哋咪要將呢一個萬二開方根慢慢做化簡咯，好好好，係嘛？咁化到最系，盡咧，其實就係呢一個嚟，最盡噶啦。OK，咁當然你話其實唔好咁麻煩啦，不如想求其俾個難數佢算啦咁當然冇問題啦，即係你可能就會。喺度写个难数咁记住啦，因为呢个难数转头我哋要用嘅，所以最好嘅习惯就系写长少少。OK。无论如何啦，我唔理你用上面嗰个109点几又好，下边嗰个20开方30又好啦，最终都系 base times height over two 咧，第四高除二就会等于翻嗰个面积，咁个 H 咪计到咯。